现在要测试水压，用水桶这样子的水压够不够？好，那初步测试是 OK 的。那现在测试给各位看。就没有入水了，单纯用水桶的压力，是可以的，机器在运转，那这样子水的压力应该就够了，再测试一遍，这样水的压力就够了。所以如果面对低水压的社区，也可以用这种方式下去做高压清洗。客户要求搭配发电机，因为他的地方没有电没有水，所以我做了一个桶子跟发电机，我们来测试一下。那目前应该是 OK 了，没有问题。好，这样就 OK 了。